能有什么好？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，怎样打松果弹抖闪电鞭。要打出松果弹抖闪电鞭，要做到三点：一，要做到全身真正的放松，关节要放松，但是关节周围的筋膜要适当的隆起。这里面该松的松，该紧的紧，松中有紧，紧中有松，这个问题非常复杂，这里不多说。在伤记行运拳练法打法实践一书中有详细的解释。二，要练好内功，只有练好内功，你才能丹田发力，打出松果弹抖劲。慢练，这是健身的快练。哎，下合上开，上合下开，所以你这个松果弹抖劲啊，这个你看，这个关节都在动啊，是不是？练好内功以后，丹田发力，你才能打出松果弹抖劲，这是丹田的开合功啊。上丹的开合，中丹的开合，下丹的开合，丹田练好开合，才能打出爆发力。三，要用三尾地区混元劲，才能打出松果弹抖闪电鞭，因为这个鞭子劲，你看。是不是？你看，都是三尾的啊，都是三尾的啊。下面我打一个连尾鞭啊，打了五鞭，一鞭、两鞭、三鞭、四鞭、五鞭，这五鞭要连死打。你看，这个实战性要动步啊，实战性。时间一定要动步，全身松好，用三尾的混元劲才能打出整劲，打出松果弹抖闪电鞭。谢谢朋友们。